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内子切。这集要来讲解辐射高效88层冰冻装置。这边出电梯后会有一台干冰机和一颗粘黏上会让你滑速的包子，左转躲避包子及爱抱抱的怪。转弯后就能看到第一台发电机。这边上柜之后清理发电机周围的怪。查看四周有无离发电机较近的怪，没有的话丢缓速就能下去开发电机。这边记得回收镇静剂铁氢，建议在楼梯口丢镇静剂。这边踩上楼梯围栏可以避开包子，上楼后右转避开走道上的怪及包子。上书柜后可以先行将干冰机打掉。将发电机附近的怪清除掉。确认怪清除完丢缓速，然后下去启动发电机，建议下去时靠墙面，这样可以跟怪拉开距离。如果时间充足，建议回出柜上补好状态。补好状态，前往第三台发电机。这里一样上书柜，将干冰机打掉。发电机四周挂清除，一样丢镇静剂。下去时靠近墙面启动发电机，启动完第三台发电机就能搭电梯通关。接下来注意抱抱怪跟包子即可。89层急速冰冻，这关比88层通关时间更短。出电梯一样左转，小心包子和包包挂。
启动第一台发电机前务必将四周刮清楚。楼梯丢镇静剂上楼，小心包子。上书柜打掉干冰机，发电机四周的刮清除，丢镇静剂贴墙启动发电机。时间充足的话，回书柜补好状态。前往第三台发电机一样，清除发电机四周的挂。这边忘了打掉干冰机，所以被爆爆怪爆到了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欢迎帮我分享及订阅频道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